几天不见马子又漂亮了，我没见过你们。住一个月十个月后就直接上户口了。主要是这儿美女太多了，真是走得慢，都转一圈哪有心思看衣服呀。嗯，这里还不正口，前面还有个夜市正口。真的？对，但是那等会儿绕一圈去。不去那儿绕了呀，太远了。那前面有一家，我刚才过来的时候，那头头上有一家。你怎么这么了解？感觉你租过。这租期不贵啊。啊？这边租期不贵啊。租金呢？租期。租期啊？啊。我操，那这个东西你要看质量。看质量。风险由人呢。风险。就租欧美喜欢的那种，又黑又丑。欧美喜欢那种啊？那种，欧美都老头，找的都老太太。年轻的还是要一点的。怎么地也得四千起步吧，四千人民币吧，对，四千到一万吧。啊，供他吃供他住供他喝，对，供他玩，对，我的妈呀，还得满足他，还得满足他。这边还是很好的，你们刚才都快把那镜头怼到人身上去。不过他旁边那个不是男的，是个女的。TFP 嘛，Tomboy。谢兄们小礼物，谢兄们小礼物。在这边很正常，这边属于很正常。这应该前面那个应该俄罗斯的啊。对。啊，他们这俄罗斯人身材真好，兄弟。巴提亚的俄罗斯人他妈快占一半了。是吧？就整点这种衣服怎么？这太小了。那种幼稚的幼稚款是吧？不是啊，就这种啊。那是这样的，我在你们家乡字，兄弟们。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哎，小日，算了算了，有家乡字的不要，走。前面有一家。前面有一家。太刮了。一个月四五千挺贵的。巴提亚自由吗？我在你们自由吗？巴提亚就是有钱就自由啊。太素了，就是吃穿素一点，兄弟们。哪个泰国山那个？这种啊？穿一套。穿个一套这种泰国山，好骚气哦！这你们，我感觉他们穿这个就感觉刚从那个按摩店出来一样，真是。这就是咱们泰国本地的那种。本地的那种就是。我那时候想买了，就看质量太差了，看他们一走路裤裆开了。是。这脸好小啊，这一走当开了。对啊，质量很差的，又薄，但很凉快。而且当开了以后更凉快。当开了。好，到了，就是前面。哎，他们这边感觉戴口罩就少了呀。没有人戴口罩。就那边有一家。他对我笑了，他肯定喜欢我，兄弟们。那待会儿我们两个人去吃饭啊？我们就去桃子那儿吃就行了。去葡萄园啊？啊，他那不有饭吗？不知道，他是有吗？有。你看了？怎么没有饭呢？刚才不是日本料理吗？是这家？前面那家？一直在赶集啊！欢迎小鱼一直在啊！没有。你买这个吧。哪个？我这你们这太臊皮了。我刚才看就在这儿啊，欢迎我牙爷哥，听葡萄唱歌啊，天天吃葡萄。昨天没有带兄弟们能看到呀，今天带兄弟们去哦，就这家就素一点嘛。那个二星被买走了，兄弟们，在这儿，国际大牌，兄弟们就穿这件了。二星穿二星过五星，兄弟们。Hello boss， 嗨。我这你们这窝尿去了是吧？Hello boss， 嗨，我这你们人呢？This， 等一下吧。那来了 ，How much？ 180。How much？ 180。180还行，装起来。Yes， 你是吗？是吗？你不看吗？take away啊。哪还需要看码？这穿了就扔了，还看码嘞？就那件了，这都均码的。
一百八兄弟，一百八，我上次是买的是120，用谁包里边？嗯，120，30块吧。哎，找错了啊。OK，Thank you。嗯，这帅哥，你的店要好好看嘛。啊，这不看店是吧？Thank you。嗯，凯子不敢嫁他。掉不了，你用拿手。嗯。换个大点的包，拿不下了。我本来就那个大包，在酒店呀，几存了。这都是广州货嘛，我不知道呀，金总，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儿有没有写那个，这个也没有挂那个说什么。挂什么？没有写是哪里生产的呀？肯定不写，这种衣服会写。这种衣服一般不会写啊。走走呗，那怎么去？走路去还是怎么说吧？走路去，走到那儿他下班了，个屁的！那这样8点了？对啊。7点半。我们还是坐那个车去的。行，二星换上，涨一波粉啊！好，这你们现在换吗？我在这儿咋换呀？这儿没法换呀，这。二星换什么？兄弟们，换个二星啊！你们都想看葡萄的嘛？我们去看葡萄，兄弟们。OK。有一说一啊，今天葡萄又给我发消息了啊，给我发了两个大爱心，我的妈呀！我加了一个葡萄 Facebook 的，就这个是十八张吗？哦，这双条，兄弟们，做这个，做这个双条。这个好，哎，这个好，兄弟，哎。买了就穿呀，现在穿吗？现在穿二星不过5星了吗，兄弟们？葡萄拿我当凯子了？没有啊，人哭了还好吧？人没有说。葡萄哪有什么开不开？没有，不存在啊，兄弟们。兄弟们啊，不冷，今天给我发了几张照片，我分享到朋友圈了，兄弟们啊，你们自己去看啊，真漂亮！今天不能是真漂亮，兄弟们。今天不能是真漂亮，你们自己去看啊！你们看高清图，看高清图片去啊！我的妈呀，一个那这个是属于什么颜色啊？粉小粉还是属于小紫啊？他穿这衣服，粉，这属于粉色吗？粉紫色的啊！啊，这套衣服真好看。在上面多声不要太大，嗯，声音不太大，兄弟，小声点啊！那老外有那个精神衰弱，你声音大点，他要疯，你知道吗？是吧？嗯，那他们去蹦迪的时候，没见他们疯的。他们是双重标准嘛，双标，国际双标嘛。啊，国际双标。小声点，兄弟，小声点。操，这个车不好，全爷们儿。嗯，要不我下去换下一辆？何必呢？是吧？这不上来了吗？这车其实到哪我也不知道，但是方向是对的就行。妈的，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不是葡萄发的，给你发消息的说不定是卷毛。靠！卷毛昨天都整麻了，都不会的都。不是，我不是加的那个他 Facebook 吗？嗯。直播间弹幕说有没有可能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不是？我知道，就是那个卷毛嘛。啊，是卷毛给我发的。是，我都。卷毛不敢发，昨天都给他整废了，他不会了都。是啊，鼓都不会敲了都。对，你们要干的话，在这儿兄弟们啊。再往里边点。嗯。在这儿啊，在这儿。啊。是和不能同居的那一个吗？昨天晚上怎么突突就拉闸了？昨天晚上没办法，兄弟。没办法，兄弟。不认识真的啊。这个是属于紫粉色啊，紫粉。
这是他其中的一张啊，其中的一张，这高清图形图。还有四五张了呀。坐过去得要十分钟吧，十分钟哪里到得了啊，远了去了，最少得七公里啊，坐到晚二十多分钟，应该不会堵，坐车的话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嗯，大妈看你了，她对我笑了，她可能喜欢我，她不是可能喜欢我，她可能是真喜欢我，兄弟们。你都想去巴厘亚了，是吧？随时来，兄弟们，随时来啊，随时来。我感觉我是不是长胖了，兄弟们？是不是长胖了？泰国去海边啊，兄弟们，昨天晚上，昨天我去带兄弟们去那个椰子找椰子树下的妹妹啊，我给那个妹妹100泰铢，那妹妹，哎呀，随便抓，还是好的，兄弟们啊。啊，我本来是给了20，人家不给，我说你们给我整尴尬，直接给我拒绝了。我给他20，然后我们 photo， 他不行 ，no， 后来换了一个漂亮一点的，给了100。哦，来，我说你们太真实了。然后我上去了以后，有个欧美的老头一上去也给20，给他20，这你们又在疯狂抓，我说这人都看傻了。我给了100，他给20就可以随便抓了，我给了100，他随便抓。是朋友圈那张吗？昨天你们看嘛，你们啊，啊，昨天就是花了100块钱去拍照的那个啊，抓了吗？不敢重抓，兄弟们，不敢重抓。抓是啥意思？我都听不懂。抓啥意思？我操！行，我知道了。这就是抓，给我搞区别对待，兄弟。你同行给200都不给抓，看来麻子颜值高啊。我抓了一下明哥，他说他知道了，抓该抓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不该抓的。给20美元，那不随便玩了，差不多吧，二十美元是随便玩了。玩个屁呀！20美元才多少钱？20美元才130嘛。啊。130不够。啊。那地方基本上现在都是300左右。50美元吧，50，嗯，40多50美元，物价还是挺贵的。马者能解释一下这里怎么都是欧美人吗？我这你们这欧元花太多，他能不到欧美人吗？我这样，我感觉好像我们，这欧元花太多，他能不到欧美人吗？你们，我感觉这些欧美老头就每个月推他退休金，我觉得都够在那儿生活了啊。够了呀，他们
比如说2000欧元嘛，嗯，就10000多人民币嘛，那肯定够生活了。嗯、到站了呀？啊？到头了吗？什么情况？我操！这他妈上轨道了！着了，超帅了！这什么情况？还能包个小蜜啊？是的。我来。我这有零钱，不用管你。这泰国和离得近吗？麻子，我怎么知道？幼儿园吧？欧洲到这儿幼儿园啊？欧洲啊？十个小时飞机要坐吧？不要那么久，飞机哪里要10个小时？啊？去塞尔维亚，我看他坐8个小时。是直飞吗？直飞。那差不多，那8个小时飞啊。啊、嗯，直飞8个小时，从中国北京飞塞尔维亚。我看来8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8到10个小时吧。那有点打车过去。欧洲的暖气费很贵的是吧？那边还有暖气费吗？冬天不用。哦。这个电费都他妈450欧。那他直接把人关了以后，然后直接来泰国，对，那不更省钱吗？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冬天的时候啊，泰国超多的欧美老头、欧美人。哦，他把那些交的那些煤那个什么燃气费啊关掉，不再加，不住人，对吧？对，不用了嘛。对，不用了，然后就哎，这个地方还坐不着这个车，为啥？啊，过来的车都是满员的，因为他始发站嘛，过来的车都是满的，所以咱们只能打车。打车。out 来，这又过来个头。嗯，怎么掉头了？这你看打哪个打这儿。生活成本高，水电燃气加各种保险，没工作就是死啊，是吧？那确实是挺那个啥的啊，那确实挺那个啥，兄弟，这没有办法啊。泰国还是泰国好玩，我说实话，泰国待久了真的是，确实让人就是，就泰国待久了以后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就是会变懒吧，兄弟啊，就没有冲劲儿啊，生活没有冲劲儿，兄弟们。泰国吃的我以酸甜辣为主啊，酸和甜，酸甜辣啊，反正就醉生梦死嘛。麻子，你是不是太极华人？我不是啊。哎来了，是这个吗？嗯，我靠，没有位置的，他过来都是满的，你知道吧？他也不吃吧？哎停了，走。对他要往左转就不行，这是往左边去的，咱们要往右边走。我往右边走是吧？对，这个车是往左边去，都下车了。哦，不知道今天是啥情况。你在泰国没有人会怀疑你是泰国人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直接是泰国人了呗？身子都空了，还有什么冲劲啊？芭提雅待久了，才身子容易空啊。欢迎我依然如故啊！他们这边居民楼为什么不开灯啊？省电吧啊！不是，好兄弟啊，你这说的啥呀？什么英语都不会，还瑞士啊？不是，奇了怪了，兄弟们啊！你这种观点我是真的不认同的啊！为什么，好兄弟？你要有自信一点，你这就是表现一种自卑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们花钱去旅游。那他不会中文，他是他的问题，啊，他不能跟我交流，他挣不到我的钱，那是他的问题。那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会英文去跟他交流呢？是吧？然而感到自卑的不应该是他不会中文吗？是吧？这个刚才这个水友的这种解释来说呢，我觉得他对于他自己的这种文化自信还有底蕴是不够的，他不够自信，你知道吗？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持有怀疑的态度的。说得好。啊，打到了。我说得好。说得好是吧？对。啊。
下次请上四川话是吧？没毛病啊。那直接把翻译机扔了吧。哎，这锤子我翻译机了，兄弟。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跟我左边跑的那个。啊？他们左边是不是绕一圈啊？绕个大圈儿，兄弟。他们往那边去的，往中间那边去的。啊。全他妈忙，这搞鸡毛的。我离简阳机场很近的。交了几种，他妈都忙了。全部忙。这是泰国的第几大城市啊？这么多外国人，这是妈芭提雅，兄弟们，男人的天堂。啊。全是这么。神你们啊！我叫个 grab 试试。grab。嗯。是这儿吗？是这儿吗？对。我点了。啥都忙。哎。是个妹儿，打了个女司机。我操！我发现你眼神真好，这你都能看出是妹儿。这么大点儿你都看出来了。这个是个妹儿吗？是妹儿，是啊。不，他男孩子也不穿粉色衣服的呀。是个女司机吧？人家不来，你看，逼嘴。他妈的，逼嘴了，逼嘴了。这些逼真不是人啊！眼神毒辣，兄弟们。看什么看不清？那妹妹还看不清吗？走吧。好了，看着看着那个男娃跟那个妹妹两个交流啊，兄弟。哎呦，这妹儿还是好看的。吵架的。啊。哎。我感觉这摄像头有点坏了，兄弟。这妹儿好像没有刮嘎窝毛，兄弟们。有点尴尬，兄弟们。然后你看，我刚才把不能发了，我发了不能的照片，这个水友直接发了条朋友圈。啊。然后这些水友是真的牛皮，疯狂偷我的朋友圈，兄弟们。然后就证明他自己来过泰国一样啊。很多水友偷我的朋友圈，兄弟们，因为我没有打水印打 logo 嘛，兄弟们。刚看我发朋友圈啊，他说他想来啊。昨天椰子树下女人100块拍一下的那个真的是极品啊！那个妹妹我也发朋友圈，兄弟。你说呀，那个妹儿还行吧？应该是整过的啊，反正用的那个。拍那个妹儿，我看一下。啊？打开我看一下。就是那个椰子树下女人那个。那100块钱花的值不值啊？嗯。在哪儿来着？烧得很，一上去他要这样软你，那样软你，我的妈呀，他把我切了邦姐，就这两张，黑了。这100块钱反正也可以吧？啊，可以了，20块花的值是吧？还行是吧？椰子算在椰子树下来说算漂亮的了，啊。人家白白的，有那个身材的呢。啊。我操，不行啊，兄弟 ，grab 也他妈打不着车。啊。真的吗 ？grab 还他妈230呢，我操。对，二姐就不要提二姐了，好吧？二姐昨天晚上把直播给搞封12小时，我真麻了。昨天那个椰子树下是弟弟，那弟弟妹妹我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兄弟们。啊，
啊，他是弟弟是妹妹我也不知道，兄弟。说他还真有点像。哎，真的。长得这么白吗？嗯。要不我们往前走一点。走吧。嗯。再往前走一点。走，我们带大家去看葡萄，兄弟们，看葡萄。嗯，这都得给230了。那个打是多少？那个才他妈80。我靠，便宜这么多吗？对呀、啊，所以我哎来了，来接我们了。来了吗？来锤子，一直在这转。哎，有车在这啊。问题是你这死机了，怎么着？给他退出去再进就行，刷新一下。来了，真来了。3分钟，三分钟可以，就是。打到了，兄弟们，打到了。马三，3034，行了，可以啊。3034。来了，2分钟，他说。Too many。有的时候你这定位不准，他找不着。定位准的呀，是这儿呀。衣服买了一会儿换上，我买了，我现在换嘛，兄弟们。人家我不可能在大街上把衣服脱了换吧。在车里换。对啊，待会儿在车里换上啊，兄弟们要换的话，在车里换上。请大家去看葡萄啊，看葡萄。那个，待会儿在车里换，在车里换啊。兄弟们啊，有一说一啊，不吝那几张照片，我真的是喜欢爱了，兄弟们，真的。他穿的那个今天的那套衣服啊，真的是可以啊，兄弟。那你们，我想想的话，真的，他啥时候穿那种衣服来见我们呀，兄弟们啊？正经的不敢，你们看了不爱吗？兄弟们，不能跟二姐一样啊。对呀、啊，什么颜色葡萄？哪里啊？啊。别想了。他是订婚照吧，一看就是伴娘服的那种啊，但是伴娘服嘛，白色的普通啊，他不是白色，他是穿的那种粉红色的那种啊。啊，3034这儿。不错 你刚要走了，对啊，都准备走了，整上了。哎呀，二姐是唱歌的那个妹妹吗？我们现在去啊，现在去，去吧。不是说是女孩吗？刚才那个是女孩，现在这个不是啊。23分钟啊，这么远？很远，比我家过去远啊。啊，这里是我家往南嘛，那边是我家往北。啊，欢迎我6678妹妹，兄弟们，我们唱歌的那个妹子好看。我们现在就是去那个地方啊，我们在那儿吃晚饭，他地方有晚饭啊，可以吃吧？有。整点什么面条啊，什么生鱼片啊啥的。好，我昨天看他们点那个还可以，比咱们昨天吃那好吃。唱歌的那个妹儿是哪年？她22岁，22岁哪年的？零一年。对，是01年吧。01年啊！我靠，真的，00后都20多岁了，兄弟们，这不敢想啊！这一下这样一想的话，00后都20多岁了，兄弟们。你今年都30了，好不好？啊，这样一算确实啊。哎，他
他怎么往那边走？不知道。这是什么的导航的干货？我下单的地方。欢迎我花花。我下单的地方是瓷器口火锅。他说不定那个啥嘞？他说不定那个，他能找到一个比较不堵的地方吧？啊？不是啊。不堵的路线，他可能找到一个不堵的路线。他开反了，你看导航都告诉他反了。没有，你看他往那边走了之后，导航就重新给他规划路线。他走那条道的话就不堵。路是对的。对。说二姐，二姐也挺好的，兄弟们。二姐也挺好的。糟了，兄弟们，整错了，兄弟们。这司机应该都不是本地人呢。嗯。这车是马自达，兄弟。在国内叫昂克赛拉。在泰国叫昂克赛拉。在国内叫昂克赛拉。昂克赛拉。就是马三。这是马三啊。麻子，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在看你直播了，现在我二都断奶了。真牛啊！这老粉儿了。打酱油是吧？奶也断了，酱油也打了。二姐不能上，昨天录了一下就封了12个小时。是的，兄弟们，被人举报了，兄弟们，被人举报了。谁举报的我，兄弟们？谁举报的我，兄弟们？抓龙筋啊，兄弟们！抓龙筋就是我今天去试了一下抓龙筋啊，替兄弟们去感受了一下，就是一进去之后他就脱光光嘛，然后就让你格局打开，把你两个腿给你搬开，格局打开，然后。我怕痒嘛，我格局就闭上啊，就打不开。他就鼓的用两个腿给我压的，给我打开，然后就开始点。反正就是啊，我的乖乖，马三2.02A2，哎，兄弟们，你这可以啊。哎呀，就相当于这妇产科检查一样的，你们去个那个啥，差不多画面了。小叔叔，小叔叔，小叔叔，我的乖乖，你是带我来探灵吗，叔叔？明天啊，明天刘晓七啊，刘晓七应该不是非法人物吧？刘晓七应该不是非法人物吧，兄弟们？是非法呀，哦，他不能上镜是吧？那就不拍他啊，不拍他，不拍他，兄弟们，那明天就不拍他，不拍他，不拍他。不同的平台签约主播不能上镜啊。懂了。欢迎我侠哥哥。还有5分，兄弟们，不敢动，兄弟们，要养养分，兄弟们，养养分，这几天都要养养分，兄弟们，养养分，兄弟们。估计今天那个小伙还得去。哪个小伙？唱歌那个。哪个唱？昨天那个小旋风。小旋风，他说不定就确实啊。对啊。我俩互相不能拍啊。
啊、哦，他那我有一次走错路就走到这边了。签约的主播可以啊，斗鱼啊，还挺好的，兄弟们，斗鱼还是可以了，兄弟们，可以了啊。这你们这斗鱼只是这样那样，最少这你们斗鱼播了之后能拿到钱嘛，对吧？我虎牙现在播了好像钱拿不到。是不是嘛？可以了，兄弟们，真可以。到哪儿了？马上到那个店了啊，也很快啊，感觉不是很十五分钟。嗯，是吧？要是狗牙没了，就斗鱼一家独大了。没有办法，兄弟们，现在不好做啊。就算没有狗牙的话，也会穿出个这个狼牙啊，是吧？有这样的对吧？不存在这些的，兄弟们，在清迈吗？没有啊，我现在在芭提雅，在芭提雅。芭提雅，这师傅会看，应该会看 GPS 吧？哎，他这样走的话，确实节约了不少啊。刚才23分钟，这一下就要10分钟了。狗屁，他就是这样走才23分钟。啊？是吧？对呀、啊，他已经开了8-9分钟了。你好像没睡醒。嗯。我的妈，这硬币老是掉。前几年不是哦。你看今天这 Bolt 和那个 Grab 相差了3倍，差不多，一个80，一个230。今天这个多少钱？这个80，刚才我叫那个230。啊，现在差不多3倍了。果然不跟穷人是吧？嗯。Oh, get rough. 这什么话嘛？我没有爆头，好不好？但是到了马来西亚就用不了 Bolt， 只能用 Grab， 是吧？嗯。但是在那边又不贵哦。啊。打一次车也就10-20马币，就差不多。现在国内几点啊？现在国内是7点8点，国内9点了啊。对，国内9点。餐吧，其实他那个就那不算酒吧，那个他那个叫音乐餐吧。他那个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个饭馆。啊，对，就是那种，差不多。对。只不过就饭馆有驻唱歌手而已。对。但是不知道他吃的喝的好不好吃。看着还行吧，反正咱俩饭量都不大。钱这个字提都不能提啊，什么在哪里不能提啊？是吧，兄弟们？不会吧？我的乖乖，那他们平台真无聊，没意思。啊，那他们那个平台确实就真无聊了，兄弟们。我发了一张不忍的照片在朋友圈，然后谁又直接把这个给圈出来了，兄弟们，这谁呀、啊？
他们说我被偷家了，这谁呀、啊，兄弟？小奶狗，红生啊，兄弟们，红生户啊，兄弟们，有没有 AR 给我换个脸，把那个脸换成我，好吧？红生，我这你们真有点像，兄弟们，真有点像户外那个红生啊，兄弟们，这会不会是杨玉在路上？坏了，她老公。那所以说我被偷家了，笑死了。明明是马若基啊！到了，兄弟们，你们不是要看洋芋吗？哦，看那个，看什么？看洋芋，看葡萄吧。我们现在去找葡萄啊。今天一天没吃饭啊，就是饿着肚子去看葡萄了。我们两个人喝一瓶啊？什么？要点酒啊？不行就喝啤的呗，我怕喝洋的你再给你喝趴去了，我还弄不回去你，我说，我可不想干这活。不想干这活，那倒不至于，我倒不至于，我你要是个女的还差不多。那边都用水果命名啊？不知道啊，欢迎我冷文芳。对，幸亏是看葡萄，要是洋芋就没法看了。我还没有体验过那种老外的那种，就是又打桌球又喝酒的那种场子，没有我去玩过。有啊，啊！我操，你明儿就走了，要不然就我家门口就有。真的？对啊，而且那里边的那些女的我还熟，我经常去。是吧？嗯。那明天再待一天。对对。而且人家这些女的，基本上我看她们工作的时候，就是穿衣服都是里面是空的，真空的那种。是吧？嗯。他们习惯性的就是，那而且他们是特别正规的厂子，没有任何服务的，就是陪你聊聊天，或者是甚至都不陪你聊天，对，陪你打打桌球而已。是啊。对，就是你如果陪你聊天或者陪你打桌球，还得你去要求，要他也不会主动的，他也不收小费，不是小费，他也不问你要小费，你可以给，但是你也可以不给。哦。我一般都会给，反正。都软都不可以软。这是个“软”这个字儿，你给我写出来，我真他妈，我这个语文这么好的人，我都不知道啥叫“软”呢。我四川话的一种。你“软”是这样的，如果人家喜欢你呢，你可以带出去“软”，不能在那个店里“软”啊。哦，店里不能“软”。对，他那里有个19岁小姑娘跟我挺好。啊。今年20了，他去年19。去年19。对，今年20了。软软字儿给你打出来了。我操，有高手吗？怎么写的这个“软”？我看看。一个提手旁，一个提手旁，软。然后一个彩下面一个女，哎，对了，就是软。这他妈这字念软，我操！软，我书念的少，不要骗我。他赶紧要打一下拼音软。欢迎我 WS111，软一下就是软，四川话软一下啊。明哥泰国通啊，大家都喜欢，是呀。明哥带我去的厂子了，都那个啥。都正规厂子，正规厂子，对，因为我就没有不正规的，对，没错，用手踩女的，提手旁一个踩，然后下面一个女，什么踩？那字念妥，我看这是不是念软？我看看，踩字头下面一个女，什么叫踩字？这字就念妥，我看看，软吗？日娃娃，我操，真念软，真牛！你这个粉丝真牛逼，我真牛逼！我操，真有这个字儿啊，软，牛逼！形容什么？是形容什么的？那个软字？这软字看来有点犯法呀、啊！这软字有点违规啊！对啊，我他妈，我要看看啥意思，他要收费，我操！不给钱不告你啥意思？这现在百度这么那个啥了吗？软，揉搓，哎呦我操！这个解释的非常具体啊，我操！那什么？你看，摩擦，揉搓嘛，揉搓，啊，软缩，这字念缩，摩挲搓，我去，
前面的解释就对了。嗯，对呀、啊，对，对，前面解释就对了。这字念 wrong， 这个后面怎么像个 o 呢？不是 a， 你看是a 吗？日不欧洲，日不阿爪。对呀、啊，如果是个 o 的话，它拼音就读不出来了，就是 a。不知道。牛逼牛逼牛逼！你看，让我付费下载，看来5块钱。我靠！不付费都不行。哎呀，我的妈呀！这百度吗？嗯。我的妈！百度要倒闭了，兄弟们，人家疯狂圈钱，兄弟们，查个字儿，他都要付费5块钱，兄弟们。我他妈查个字儿啊，这我民总查，我民哥查个字儿，他都要收费5块钱去解释一下。我靠，这百度真牛逼啊！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嗯，这个字儿呢是念软。嗯，但是呢，当揉搓讲的时候，这个字儿就不读软了，叫是我罗罗啊，它是多音字啊。国内不需要，国外 IP 就要，不是。长知识了。它是华为手机，怎么可能？没有没有，它这个是跟他们开个玩笑，是要下载这个东西，嗯、要5块钱。哦，就下载这个文本。对。对这么这一条街都是，这条街还马上街啊？对，正规吗？那必须正规！你这个话问的，我操！必须正规。这一排全是马上街，兄弟，百度只挣钱啊！这，这条街两边都是，最少这条街最少得有70-80家店呢。嗯。啊，叶子说正规的咱不去啊。那没有、哎、有没有阿三的那种？你看这个，啊，这里这个店里边就是，你看，哦，你说阿三哪一种？就没有没有阿三的那种厂子，就阿三里面全是阿三妹妹那种。你说这个就说对了啊，在那个步行街口那块儿，有一家，有一家阿三妹妹那种厂子，我就是从来没进去过，你知道吧？是吧？因为他那里边，他那门是关着的，里边黑乎乎，你不上去你是看不见。嗯。我那天我刚一进门，一股味儿给我熏出来了，我操！是咖喱味儿吧？对，一股他妈咖喱味儿还是什么味儿？我操！我一看算了，我还没等上楼呢，我直接呼那一股味儿就来了。我那天刚好胃也不大舒服，我靠，一下就给我干出来了。咖喱，一股，真的那味儿确实比较冲，上头了，我靠！麻子现在天天吃明哥住明哥，你不给麻子明哥整瓶油？明哥身体好，不用油。明哥都是中药调理，好吧？嗯，对。二手的中医。嗯。欢迎我九零哥啊！九零哥，你现在这儿来？九零哥，九零哥，欢迎我人超李不超。兄弟们，我们今天3星都没过，3星打卡，我说你们这今天不能那个啥。不能摆烂，兄弟们啊！明哥适合开直播，然后迪拜啊，我怎么又跑迪拜去了呀？然后接待水友赚差价，明哥适合开直播，然后接待水友赚差价，做地陪呗啊！我准备开旅行社，做什么地陪？对，明哥准备开旅行社，兄弟们。对，我4月份旅行社开业了。啊，4月份那不快了吗？对啊，4月份。啊，在曼谷。这么久还不到，坐车逛泰国吧？没有啊，兄弟们。快到了，这回快到了。那个超管，我说给超管报备，我说去酒吧直播报备一下。他说这在尺度，正规的，就是一个音乐餐厅，然后它里面有酒可以喝酒啊什么的，这样的正规的，就唱歌的那种。这超管直接提醒我了，兄弟们。我说我报备一下啊，直接就提醒我注意一下尺度啊。我说报备一下直播。9点到凌晨4点，他说让我注意一下尺度。哇塞，这种酒吧还是……那没有什么尺度啊，这哪有尺度啊？又不卖烧，又不干啥、啊。嗯，你说我今天要是再遇到昨天那俄罗斯妹子咋整？我只能……我靠，我上你不要我上去不行你啊！我只能抛弃你了，我操，我得跟他走了。那个俄罗斯妹子啊？对。那如果这么多人茫茫人海当中能遇到她的话，我觉得就是缘分了，真的。够呛、啊。嗯，我估计够呛、啊，估计没准今天能遇到那个我说那小旋风，能遇到他，或者是遇到那个昨天那两个妹子，那小旋风、嗯，昨天那两个小胖妹，小胖妹啊，那个哎坐你旁边那个还行，对，白白胖胖，嗯，
就你旁边那个还行。酒量不咋地，都是喝两瓶就直接喝懵登了。哎，就是要那种啊，他才有感觉啊。我操，我还没喝到位呢。啊，好羡慕啊！欢迎啊，欢迎我九零哥，欢迎九零哥。哎，这不就是六巷吗？对呀、啊，就是我不是快到了吗？这就是六巷。对、啊。欢迎九零哥，欢迎九零哥。我靠，你对六巷怎么印象那么深？其实我每次我都找不着六巷的，真的。但因为这儿有个夜市呀。我一共就去过两次，而且都是穿过去的。哦。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没有印象。昨天晚上六巷的那个最尺度最大的那个视频我已经更新到朋友圈了啊。今天白天更新的，不好意思，补发了，兄弟们。因为他那个网络实在太差了。我把衣服换一下，换一下。明哥，你帮我拿一下。嗯，好。直播间新闻阴阳播报，二十七。你换衣服要播吗？啊，换衣服还要不要播？换衣服肯定不能播呀。不能播是吧？那播奶子不疯了吗？我操，你有啥呀、啊？你还不是要封直播间？我知道啊。我倒没啥，这平台他要封呀、啊，我倒无所谓的，让他看就看嘛，看上面看下头都可以。这平台不是不允许的吗？那阴阳，我这穿件绿色的不挺好吗？阴阳，我穿这个。可以了，二星穿上了，兄弟们，我这你们一看就企业级的，兄弟们，可以吧？啊，企业级的二星也穿上了，兄弟们。So we stop this side, not that side. This side. Yeah, this side. Yeah, yeah. Say waist up， 怎么说来着 ？Go straight. Go straight. Go straight. Okay. 可以吧，兄弟们？经典、啊，兄弟们。No. Go straight. 到了，兄弟们，到了。朋友圈更新了，兄弟们，在这儿啊。自带五星效果，到了，兄弟们。Stop anywhere。更新只看到不能了、啊，不能下面就是了，兄弟。OK。到了，哎，好像是这儿吧？就这儿吗？就这儿，这儿。哦。下车就是。哎，好嘛，起。我来，你下车吧。哎，好，你来。哎呀，我的妹！他们还没开唱了。我真都不跟明哥这样子，没事，待会儿吃饭我来。吃饭我来。今天人少。今天人少。这儿葡萄在这儿呢。你看他们几个也笑嘻了，一看到我们。Hello。啊。晚上好。Hello。 我们坐哪儿？我们坐哪边？坐那也行。坐这儿吧，我们坐这儿啊。你坐这边，我坐这边，可以吧？你这样离家近一些。我坐这儿的话也好看。Hello。Hello。嗯。今天好可爱吗？今天可爱。我今天穿了我最喜欢的 JK。今天可爱吗？他问我今天可爱吗？他能不可爱吗？今天勾引了，兄弟们，勾引了，凯子来了，兄弟们。拿个翻译出来。啊？我这翻译。啊。祝你生日，请我们那一层，我们再有的安慰。
卷毛不行啊，卷毛在后面，后面那个是卷毛。你点啊，你点。这卷毛呢？卷毛人呢？卷毛人。卷毛兄弟们，穿寿衣啊！卷毛姐穿寿衣，兄弟们。兄弟们喜欢的，我们三星打打卡，兄弟们啊，三星打打卡，好吧？凑一凑三星，兄弟们。卷毛是懂节目效果的，兄弟们。谢我土豆丸子的办卡，因为昨天我本来今天打算去曼谷的，因为昨天被封了，没有带，本来带兄弟们来看玩看葡萄的啊，然后就被封了嘛，然后没看到，所以说我今天带大家特意来看一下，我明天再走啊。我们三星打打卡，兄弟们，三星打打卡。这妹妹是个少爷啊，你没看她笑啊，她笑起来更好看啊。这是主唱，这个主唱，这主唱长得好像我们那个叫什么，那个斗鱼的一个户外主播叫什么来着？哎，斗鱼的户外主播，哎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以前跟洪森他们一起直播的那个，什么活力堂主，不是活力堂主。他们三个合作好多年了，是吧？什么猪猪？到长大了啊，今天穿了我最喜欢的小 JK 啊，短裙 JK 啊。好了，他的卷毛怎么不屌我，卷毛这儿他没有看到我，他看到我的话，卷毛今天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卷毛怎么没睡好呀、啊、卷毛没睡好是吗？卷毛没睡好，卷毛不会被干了，卷毛穿的寿衣，我能服你们了，真的，你们还是会说啊，兄弟，你们还是会说啊，兄弟。你们真的是会说，兄弟。那叫唐装，那不是寿衣。这你们老是说人家整的寿衣。欢迎查理哥，查理哥。这个女孩是兄弟们比较喜欢听的，萨瓦迪卡。这个妹儿啊，就是很多水友喜欢啊，所以说我昨天晚上我被拿下以后，本来说没被拿下，带兄弟们来这里看她啊。然后直播间都比较喜欢她唱歌，你们。她今天又给我发消息了啊。他今天给我发两个大爱心，兄弟。在靠里呀，可以靠我了呀。那是谁？为什么？
人家群发的，不是不是不是。